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。我呢现在已经下来了，今天比较早哦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出发去浩浩的学校。妈妈呢，她刚刚先出发了，因为我刚刚去说去买点东西的，但是发现时间不够。今天呢是妈妈的生日，然后呢，我们呢今天就我先去接浩浩，然后一起就是吃个素食餐。妈妈喜欢的素食餐，姐姐她要上课，可能要忙得比较晚一点点，我们就先过去吧。所以呢，就先接浩浩先。今天好暖和，反正不冷就好了。如果冷的话就不方便了，干活也不方便，去哪也不方便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天气也挺好的。刚刚我带半斤下来玩了，现在先去接浩浩先，因为半斤就不能去啦，所以呢只能在家里面晚一点再补偿他吧。现在年底了，赶紧让自己忙碌起来吧。我也喜欢忙碌的感觉，充实一点嘛。我前几天呢去剪了头发了，把这里剪短了，比较不遮眼睛嘛，做事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哎呀，赶紧了。我和妈妈在这里等浩浩，马上放学了，一直在门口守着都没看到浩浩。刚刚打电话给他，已经午托接回去了，去午托了。他再往前走，去午托接他。我怎么看不到你们爱心老师？浩浩，这么快啊你啊！好了，哎呀，学校门口都看不到你，就是了，哎呀，还是临时。走了，我们去陪外婆吃饭。您的东西，我东西，书包还没拿，这家伙可开心喽。走，我们今天陪外婆去吃素食。今天是外婆的生日，你要跟外婆说什么？我已经提前送她一个生日礼物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你提前送了什么给外婆？那种很好的那种扎头发。哦，扎头发的呀。啊，浩浩更有心了哦，对吧？礼物已经提前到位了哦。他那边对，祝外婆生日快乐。那你为什么要对着阿姨讲，不是对着外婆讲吗？因为看镜头 啊，要看镜头是吧？哦，要有镜头感是吧？对，要有镜头。好吃吗？我们开餐了，你看我今天夹的好丰富哦，五颜六色的，哇！妈妈也夹好了，今天托外婆的福啊！开餐，吃饱喽，今天还是很多人的，刚刚姐姐也过来了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啊。好帅哦，姐姐的车停在这里，她刚刚下课就直接过来了。我们呢已经吃饱饭了，现在呢我过来仓库这里呢先打包，先打包完了晚一点再回去。我今天是订了一个小蛋糕哦，等浩浩他今晚下课呢就可以一起庆祝了。姐姐她比较忙，最近她课比较多，所以呢就可能今晚呢她就不在一起庆祝了。妈妈生日当然要陪她了，寿星最大。今天待会忙完就回去了。主要是家人嘛，其实还是很重要的，时间也是过得很快的，就一年一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大家也知道，你看今年年头到现在今年年尾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所以陪伴家人的时间呢也越来越少，大家呢都要好好的珍惜和陪伴家人的时间，先把订单打出来。哦，这里好多花呀，我过来花店了。阿龙说要给妈妈订一束花，再等一会，蛋糕已经订了，现在就剩下花了。给妈妈订的是粉色系的花，阿龙好有心哦。已经包扎好了，很亮哦，粉粉嫩嫩的，待会上面再铺一层纱布，对，看起来高级多了。好看，
我妈本身也很喜欢花。少女心啊。对，少女心。要剪吗？这个？这个是裁剪好的尺寸。哦哦。已经好了，现在就走路回去吧。嗯。这个花店好不容易找上来的，想着离我仓库近。好了，花已经包扎好了，里面还写了卡片，阿龙给妈妈买的，写上署名录。赶着回去了，待会去拿蛋糕。已经回到家了，蛋糕也拿到了，回来喽！来，进去，这个半斤，来喽，坐下。哎呀，好好在做作业是吗？你看，哎，带了什么？干嘛？妈妈，坦白吧。这个是阿龙买的，这个是阿龙买的，这个花，阿龙订的。对啊，好漂亮哦。对，一年比一年大，一年比一年大是吧？这个花，哦，好大一束的哦，里面还有卡片的。哦、对，它这个花很漂亮哦，这个花哦。不过它写着龙龙，对，颜色搭配很亮，你看，哈，喜欢吗？哈哈，更喜欢哈。不要，把它带回家了。外婆的吗？你要？对呀、啊，这个蛋糕是我买的，等一下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一起带出去哈。对对。走了，我们去吃饭喽。半斤，你在家喽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你在家吗？哈，一会就回来，一会就回来，哈，嗯，对，姐姐和浩浩也在，所以我们一起出去陪妈妈吃饭。今天也是，晚餐也一起吃饭。这个是给半斤煮的鸡胸肉，半斤吃鸡胸肉喽，哼，他很开心哦，有的吃了，慢慢吃啊。它有肉吃就行了，其实鸡胸肉和狗粮我觉得也够了，不要给一些杂七杂八的给它吃，不然它吃多了肚子又不舒服了。姐姐开车过去，我们去西湖那一间素食馆。今天我们一天都陪妈妈哦，哈哈哈，今天一整天都陪外婆哈。接下来的日子永远都不要被母亲这一个标签所累，她能可以开心的做自己，尽情的享受作为一个母亲的爱与美，最后可以分点盈余来扮演我的母亲。全世界都在催着我长大，你却总能捧在我手心，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。每一个妈妈其实都是神，只是在漫长的时光里，日积月累，披星戴月，操碎了心，被我这样没出息的小毛孩成了凡人了。妈妈带我来到这一个世界，我要带她去看这一颗小星球，只要我能有能力的话。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，所以创造了妈妈。妈妈这个词虽然只是叫一叫，但就足以触动了心弦了。感谢你不是超人，却为我为我们变成了超人。医院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快乐，二院我和妈妈可以一起细数年华，风雨同舟，三院岁月不败我的美人妈妈，最后祝我的妈妈生日快乐。